哇，垃圾桶啊，唔系刘江华局长啊，新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大埔乡事委员会主席张学明，连中联办啊都派新界工作部刘林嚟啊，场面好劲喎。原来昨天大埔乡事委员会举行新会址开幕典礼，所以吸引到这么多高官和乡绅到贺。但侯志强就只是送花牌来，自己影都不见的。可能由于中联办一刀派官员来撑场，主人家张学明心情很漂亮，满场飞不断跟宾客握手道谢。新的会址落成致庆，在这里我谨代表我们大埔乡事会的同仁，在这里欢迎大家的光临，更加是多谢列位的主礼嘉宾。咦，多谢你哦，中联办哦，怎可以不多谢多谢啊。我们也都相信乡事朋友一定是爱国爱港爱乡的坚定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咁當然啦，身為鄉議局主席嘅劉業強，梗係有出現啦。咁大埔係今日有呢個咁嘅成績，係大家嘅共同嘅努力。不過咧，其他鄉事紅人，好似侯志強、梁福源同鄧麗東等等咧，都冇出現啊，得花牌咋。最近有鄉紳爆料話，為佢哋三個因為不滿咧，有人靠攏中聯辦干涉新界事務，所以今日集體玩杯葛、玩缺席。睇嚟鄉紳間口和心不和嘅傳聞咧，真係空穴來風啊，未必無因。一、二、三、二，大埔鄉事委員會一個主，我哋